齐真，不要！阿华，齐真，跟我走。 谁知女人心？世上每个女人都有一颗执着的心。男人要做大事，眼光就得放得远，该守就得守，该断就得断。我不管这玉佩对你有多大的意义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会把它藏好，别让它挡着你做事。刘雪华。 我有喜儿，还有郑家的爱，裴仲，足够了。喜儿的命是你给救回来的，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。只要我们不放弃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幸福的。马雅舒，你好傻！你为了一个误会，你就不相信我们的爱情？如果事情那么容易解决的话。 就不需要那么痛苦了。刘恺威，这样总行了吧？钱没拿回家，只要撩几句好听的话，爽一爽。你放不放齐真？不放。谢祖武，我是在乎他们母子两个，那是因为我怕他们跟着你受苦受难。可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应该好好珍惜他们。 你这么轻言放弃，你对得起他们吗？钱永辰，孩子，你一定要把握住幸福啊！刘芳，难道你不是因为这个弟弟才不要我的吗？吴磊，你要好好抓住自己的幸福。如果爱一个人，就要愿意为他付出，去努力追求啊！刘璐江。 梦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了我，你一定要幸福。廖伟，就因为我是你们薛家花钱买来的媳妇儿，你们就任意践踏我的清白和自尊。自从我进你们薛家门，你拿我当你们薛家媳妇看了吗？吴婷，身为杜家的媳妇，你的妻子。 我不知道我哪里有什么做得不好，或是失职的地方。张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要你当着平西镇所有人的面，替我们杜家洗门风。朱亚英，你竟然为了那个女人给我们跪下，这是哪门子的事啊？别跟他较真了，关少曾。 吃喝玩乐也就罢了，没想到你现在还抽上大烟了。你要把我气死才满意是不是？这是一千块钱，拿去就当是我给你的。夫人，我们非亲非故，你为什么愿意借那么多钱给我？你不担心我还不起？我们要你还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齐真，这个人曾经把你卖进青楼，你忘了吗？哎，这样的人你能嫁吗？傅振家，哎，你什么东西？ 你凭什么娶齐真？你不配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不配，那你就配吗？
你抛弃他去娶有钱人家的小姐，现在怎么有资格跑来这边说我不配？我配！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，陈世美！我违背了誓言，我无话可说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情愿受罚也要辜负启镇。你真是个负心汉！我打你这个负心汉！打你这个负心汉！启镇，吉时快到了，我们准备拜堂成亲吧！啊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人没有来。他不会来了，你别再指望他了。他一定会来的。女人心，难测难懂又难分，宁愿是千百劫，含怨过一生。啊，按规矩，姑爷是入赘薛家，所以必须钻过薛老夫人的胯下，以示挥别过去的亲娘，改认薛老夫人为娘亲。这谁定的规矩？为什么事先没人跟我商量？启镇，我认为呢，我们家其实偶尔可以来点鱼，来点肉。你看看，我们这是家，它不是和尚庙，我们不要整天光吃素不沾荤吧。我没有钱。没钱？你怎么会没钱呢？你不是出去卖草席吗？卖草席挣来钱呢？啊？什么叫偷啊？这是我们薛家的钱。张恩华，你不过是我们薛家花钱买来，从我娘裤裆底下爬来薛家入赘的，你没资格管我。真的好想把过去的那个姐姐给找回来，可是我知道不可能了。还有，我要当爹了，我要当爹了。我的孩子没了，我的孩子没了，不可能！你骗我，你骗我，孩子去哪儿了？不可能，你骗我，孩子去哪儿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儿子蜷缩在床上，他根本是无能。女人为了爱，甘愿挑起世界的重担。谁知女人心？我打你！你没资格打我！没资格！我现在就打到你回不了嘴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怎么会这么问呢？其实，我知道你心里藏着另外一个女人。淑贤，你想太多了吧？你不要否认了，我看见了。在我妈面前，她没事就拿我跟你做比较；在我姐姐面前，传宗，她就不把我这个宝贝弟弟摆第一位；在工人面前，你又处心积虑地抢我的风头。传宗，根本就不该进我们薛家，你就不该娶我妾，不，你就根本不该出现。你把我那边给我。你休想！什么叫我休想？我告诉你，我偏要想，我要时时刻刻想，我要不停的想，想的钱出现在我面前为止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不再提纳妾的事情，为什么又生起这个念头呢？中医西医远远近近，这些年来我看过了无数的医生，都说我不能生了。安华，我们有责任，不能让薛张两家断了后啊。喜儿出了这种事，你帮不上忙也就算了，居然趁这个时候一走了之，你不是人！你这个畜生！我今天非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！你打吧，只要你愿意帮我照顾齐真他们母子，你打死我，我都愿意。傅真家伙，我看不起你，你不配做一个男人，不配做一个丈夫，更不配做一个父亲。赵安华，我警告你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许你辜负我姐，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全部都赶出薛家！够了！我不要你再骗我，我不要你再骗我，我听够了，我听够了。女人心，像水像花又像针，能摆脱情字纠缠的有几人？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云山，我只是想把你的心留在这个家。哎，吉珍，你干什么？大姐，我求求你让我走吧，我欠你的，今生今世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。我爹说过，有理走遍天下，绝对不能吃亏。你爹他是个痞子，他说话能信吗？我不准你这么说我爹。你还敢跟我顶嘴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谁知
女人心。为了赎我的身子，你把自己给卖了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这么傻？这么傻？这么傻呀！启正，启正，你说我这辈子拿什么来还你啊？启正，杜少爷，您是个正人君子，把喜儿交给您，我可以放120个心。我真希望我的喜儿长大以后，能像您一样成为一个人人敬重又有用的人。启正，生了，我当爹了，我当爹了，谢家有后了。这下毒的事肯定是傅振家那个痞子干的。我爹他不会，他不是坏人，他不是。你跟我吼什么？等你爹被警察抓到大牢里，你跟警察吼去啊！你个狗奴才，你欺主，你算是个人吗？我不算人，那你呢？你这个中看不中用的大烟鬼！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要不是我，你老婆能怀孕吗？不要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，你说！你们瞧不起我，不让我带走齐振跟我的喜儿，你们会后悔。你们一定会后悔。我们走着瞧。我把你伤成这样，你不但不怨我，还愿意对我好，你真是个傻子，你真是个烂好人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让我再傻最后一次。要赶在齐真抵达之前，先找他两招。救出宝儿，不行的，你这样做会打草惊蛇。是，张安华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把宝儿救出来，还给齐真。这是我欠齐真的，也是我唯一能够为齐真做的，请你们成全我。女人对丈夫温柔深情，坚韧包容。秀妍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弥补你，好不好？我不需要弥补什么。我们是夫妻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女人对孩子，慈爱怜惜，无怨无悔。来，多吃点。你想怎么惩罚我，我都愿意。我不在乎别人怎样羞辱我，因为有你的爱一直支持着我，我可以不顾一切的为了爱你失去我的所有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给他道歉，给你姐夫道歉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我们薛家就要无后了吗？除非你真拿我当活死人，不然你不应该这么对我。我求你帮我有个孩子，帮我做母亲，帮我做一个完整的女人，好吗？当一切繁华落尽后，才是真。女人终究为爱而完整。剧实力演员，金牌制作团队，年度大戏深情奉献，谁知女人心。雅晨传播制作，北京华路百纳影视有限公司隆重巨献。